外媒报道，泰国警察总署副署长称，8月28日，警察总署传讯了泰国前总理英拉的贴身保镖瓦坦义警官，并由副署长亲自问话。不过交谈内容目前不便公开。副署长称，瓦坦义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线索，但有消息称，这名保镖没有透露任何与英拉逃跑相关的细节。据悉，瓦坦律是一名在他信担任总理时期就一直负责西纳瓦家族安保工作的保镖。英拉担任总理期间至今一直是英拉的贴身保镖，多年来保护英拉人身安全，直到他消失，深受西纳瓦家庭成员信任。